好，开始了啊，一把剑插进去。这个视频啊，这个视频是在下有我啊，小逼狼啊，小狼跟这个咱们的这个大神啊沧海，然后合体啊，合体解说的沧海打的这么一个录像。那今天表演呢，由于他没有带摇杆，所以说他就不敢装逼啊，不敢玩啊。然后刚才玩那个摊分我就不多说了啊，就太菜了，我就实话实说，没见过这么菜的大神，号称自己第一名，然后怎么地啊，都是扯啊。当然在这里呢，咱们就不这么多损了。圆桌骑士这款游戏呢，是这个大家伙儿比较熟知的啊，在童年呢是很多人的噩梦。在这里我多逼了两句呢，小的时候不会玩，小时候看那些大神玩，就是哎挡住，然后浑身闪光一个反击，然后怎么怎么地啊，感觉可厉害了啊。其实那个不是终极玩法，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视频呢，它不是说咱们平常的通关，咱们是一个打宝的通关啊。打宝的话呢，很多人又知道啊，比如说什么像这个乱步啊什么的啊，这个什么之类的。你看哦，现在是乱步值一定要达到一个残血状态。啊，达到一个残血状态。在我想问一下，是不是有插件可以看，就是如果是有作弊的话，有插件可以看这个东西呢，是不是？没有呀，没有，就是全凭自己的这个技术跟这个游戏的理解啊，游戏的理解。这个乱步值来这个沧海给大家伙讲解一下。乱步值就是你的走位，然后你残血的状态，所以说才能会出现魔杖打宝，打宝必出一个那个宝箱，然后才能出魔杖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那个魔杖甭管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都算，是不是？对，升等级的，主要升等级啊。我知道，就是一个魔杖就算一个宝，咱们这个是打130多个宝，是不是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三反，不是打宝。哦，三反啊，我明白什么意思了。咱们这个视频呢，跟大家伙儿看啊，因为现在我还没有起标题，咱们是在直播当中给大家伙儿做这个事情的。所以这个三反呢，我小有所理解，就是说，咱们通过这个打魔杖的升级，或者说自己本身，你像刚才咱们也可以升级，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呢，咱们是这个可以通过这个把自己的等级变成零级啊，就是变成一级。然后呢再进行升级，升到最后就再反一次，一共连续反三次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对，全总成反三次啊。那他为什么会反击，他就达成什么条件会反击呢？为什么呢？15级升16级的时候会返回一级，就是说你吃到一个魔杖，然后不是一定要控分吗？一定要控分啊，就是总之就是这是一个 bug 还是一个就是一个设定。这属于一种 bug 啊，一种 bug。那么它返回去的话呢，咱们的攻击力什么的也会返回去是吗？对对对，攻击力就返回初始状态了。哦，所以说有一定难度，对不对？这个难度是目前为止最难最难的。哦 ，so this guy 可以的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到目前为止连个魔杖也没看着啊，说那些有的没的啊。行，咱们看看。这个现在又是残血了，现在开始打魔杖了。挡格，来回挡格。看小怪的走位，这个就是乱步值啊。你没看了，小怪现在跳起来了啊，他要再跳的话，然后你一砍会出宝箱，然后一砍必出魔杖啊啊啊。但是刚才他跳了，为什么你不砍他呢？没了，要达到3到4次。哦，那这个9分钟50多秒，给你充分的时间让你干呢。那这个游戏确实挺皮的哈。其实就是太浪费时间了，太烧脑了。啊啊啊！这游戏厅老板看着这么玩，是不是容易给你打出去？对。啊啊啊！这刚才已经跳好几次了，可以了吧？跳两次，可以啊。三次。啊，好的，登出来，砰，一个魔杖。对，现在可以了。啊，这就是升级了。升完级之后，感觉这个小这盔甲都变了啊，这个真心赖的啊。然后这里这三个大刀，还有三个魔杖。啊，然后用这个小栅栏给卡住是吗？对，用护栏把这个位置给卡住，但是你前提一定要保持残血的状态。就千万不能失误，一个不小心自己死了是吧？对。这个难度是最高难度，不是普通难度。那这个哥们儿他练什么招才能算出这个值呢？比如说这个拿大剑呢，
也是看他的走位，就是说他不砍你的就可以了。啊，他啊不砍了，没了，还没到呢。啊啊啊，还没到。这三个魔杖，哎，是最简单的，最简单的。啊。啊，你说这个是谁研究出来的呢？啊，这个是真的是谁研究出来的？好了，我师傅研究了，打出来了，一个魔杖。这个红的也是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是。对。我去。这个是炸弹，红阵。哦，炸弹。红阵就是全兵小兵都死吃了。啊，那这个跟打这个也这个不算打宝是不是？这个是自带的宝。对。啊，可以的。如果想打宝了，想打宝的话，这太多了。嗯。然后这里又有一根魔杖。嗯。打这根魔杖是怎么来的？就是自带的是吗？就是你前期就是走位的乱步值，还有人物的跳动啊，都可以融入到游戏里面。哦，那就是说这个箱子并不是人爆的，他就是站在那里的破箱子，他也有可能会出这个魔杖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看你的走位，还有就是你对理解的程度。啊，总之就是菜逼就不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？对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来，可以看到打 boss， 打 boss 就比较通俗一点了，就是干就完了。我们小的时候啊，玩这个游戏啊，特别不理解的就是要不就是一直点，不理解什么就是防住了之后呢，然后再大砍，然后这个摁住手之后再拉后是防，然后又怎么地是防啊，感觉操作起来好难的这个游戏啊，感觉不会就操作太难，入门难。我小时候碰很少看到有人玩这个游戏，都是玩到了前几关之后啊，就比如说玩到第二关就不玩了啊，就不玩了。这样的话，这是升到了九级。三反的话呢，一会儿咱们升到15级到16级的时候，需要这个，就是给大伙展示一下到底怎么回事，是吧？对。啊，这个是圆桌骑士美版的最高难度，困难难度。这个就是大家，这是美版，也就是你可以说为它原版。其实有很多游戏啊，什么美版、日版，有很多游戏差距不大，但是绝对是有差距的啊，有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就哪怕是咱们那个 FC 游戏啊，比如说像魂斗罗，日版和美版的也不一样。还好吧，我两命通关。那你哎，真是可以啊！这个游戏这么说，整的哎，这个又是这个宝也是刚才算出来的是吧？对，砍魔杖，这一关魔杖是最好砍的。嗯，刚才那个补血的东西啊，就是地下全是那个补血的。我想问一个事儿啊，那个补血的道具，到底是砍开吃合适，还是直接吃合适？砍开吃。啊，砍开吃，比如包括这个也是，比如说这个分数砍完之后，然后呢，咱们的分数比较多是吧？对。啊，那就屌了，那太屌了。三反的目标重点就是要控分。嗯。升级是靠分数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还有你砍的魔杖就是也能升级嘛。啊，人头马，哎呦，这个马是挺帅的哈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迪鲁马，刘备骑的那个。待会还有什么赤兔什么的啊？反正呢，总之咱们要打宝的时候呢，就必须要咱们设计成一个残血的状态。残血的基本上就是小比小半管再少一点，就是吧？以前都是靠死命，这个果盘是双枪。好了，看看这个骑马也可以吗？骑马，我看看 A 了三下，啊，被打成残血，我去，打一下这么长血呀？对，最高难度，小兵打你三下你就死了。哦，这个难度是真心恶心，可以看到把这个马扔到上面，然后还是算他跳。然后你对这个小怪的理解，把乱步值算出来之后，再把它打死，就可以获得这个一个宝箱，然后打开出来就是一个升级杖，是吧？对，太简单了，这游戏行了，可以不用解说了哈，没有意思，待会儿不用看了啊，太简单。啊，说句实话啊，真的是很难啊，这个游戏咱们正常通关都很难，何况是还要去打宝，哎，这一下登出来一个绿杖，果然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12级，三反的话，那意思咱们一共是要升，
一共是要升这个47级呗，就是，对吧？47级，这个其实也，这个红色的也算是宝是吧？红色就是打宝，也算是宝。那我知道，就是但凡这个箱子一打出来是一个红杖什么绿杖，这个就甭管，这就是宝。它虽然说用处呢是炸全屏怪，但它是宝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这个绿杖已经升到13级了啊。这个不是速通，这个游戏如果说速通的话，我曾经是解说过速通的。这个游戏速通呢，它基本上你看打 boss 的时候，经常就是血杀，各种那个血杀，然后这个有的时候血不够了，反正总之血杀是最快的这个打 boss 的一个手段啊，各种就是咔咔咔一顿血，很厉害。速通16分半已经出来了，你要不要？要的话我发给你。可以啊，但是今天可能。啊，不一定会做。那16分半的话，我好像以前解说好像真的没有这么多的。然后这边呢，咱们看骑的这是赤兔马是吧？不是我打的，是另外一个大神打的。啊，就是跟你师傅差不多的大神吧，就是。对。啊，当然术业有专攻啊，沧海，你不用谦虚。我知道你那个现在没有摇杆玩不了，但是有了摇杆之后你更玩不了，因为你今天我看你这个状态啊，上来玩你只能用两个字，就直接就是耻辱啊。不用说了，知道吗？能不能别说了？我现在都一头懵逼状态啊！不用懵逼啊！不用懵逼。这个，你可能不太了解，我有一个外号叫"电竞毒奶"，可能你不太知道。你要是知道我的话，肯定就不用多说了啊。好的，刚才这个也算是打了个宝，然后这边也是靠咱走位是吗？你看着，现在等级14级，马上就要升15级，就要15升16，然后返回1级。没有，现在刚14级，我这边刚14级。啊，对。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第一关那个骑士 boss 拿个大斧头。对。挡一下，他这个利用防御完之后的这个无敌时间啊，感觉是一个衡量一个输出的主要标准。假设你如果是玩这个玩法进血杀的话，那么这个防御这招啊，绝对是最变态的技能之一了。这边失误了，少拿一个魔杖。啊。不过按理说是无所谓的，因为就像你说的，最多也是三反是吧？这个地方就没打出来那根魔杖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所以说，就是当然呢，你如果说假设 TAS 你知道吧，沧海，如果说 TAS 作品做的话，他会打得更加完美，是不是？那肯定的 ，TAS 肯定是最牛逼的。嗯。所以说就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失误，你只能说当前的理念。咱们能打出极限，你可能会出一个新的玩法，可能咱们不太厉害。但如果当前的理念的话，那绝对是，TAS 是操作最稳，一个阵。我现在有的分不吃，就是我在控分。那、就是在控这个15级升16级的这个分是吧？对，控分。那、很屌。算你屌。但是呢，一会儿呢，你要肯定要给大伙系统讲解一下，咱们怎么从一个这么穿着这么牛逼的盔甲啊，都已经刚开始是那个青铜圣斗士，然后变成了这个白银圣斗士，然后黄金圣斗士，现在是钻石圣斗士，然后一会儿呢变成了破衣啰嗦一口钟，怎么办？怎么变的啊？你给大伙讲解一下就行了。打到这里应该是三条命的啊，这人没打好吗？不是，咱们这个玩法呢，不是纯打宝，咱们这个玩法呢是三反，就是三次从15级返回到一级，这么一个玩法。这个玩法呢就是可以加20多个人嗯，就像你说的，能打好，如这个游戏还有很多改版是吗？我记得好像听说有改版，然后能打出更多的宝，是不是？就是技术版啊，技术版。我记得是这样的啊，我记得好像有插件，你像那个恐龙快打里边，就是咱们算暴击那个插件啊，不用算，它会直接就是因为它会读取这个游戏的内存，好像就类似于像辅助外挂一样，它可以告诉你现在你受了攻击之后你的这个攻击是多少，比如说一共有7个档位，你是40爆还是30爆还是怎么样。好，我记得是有这个软件。当然呢，咱不能说它多光彩，至少呢，它也没什么太违反。你像这个乱步值，假设有人读取内存，知道这个乱步值到位了，然后呢，一拿脚一蹬，然后直接出宝箱，然后出绿杖，也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个宝箱就是还是跟咱们大家伙了解的一样，就是，等它起跳的这个值，
然后呢，咱们两下就费了这么多血啊？那肯定的。刚才他第一下打的血不多，第二下的那个大锤子啊，真的是费了好多好多的血量。马上就要打唯一级了啊！马上十五级。嗯，马上就要十五级了。啊，好的，看一下。哎呦，我这大流星锤乒乒的啊！这种中世纪的这种武士啊，其实在咱们小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。小的时候咱们国家的人呢比较有时候追求一些比如说像日本的。好了，打出来。南哥你看一下好了。我的目前分数是1096。就还差360分吧就是。对。啊，我知道底下显示下一个升级 ,next 的是11万。也就是说你还差360分就直接升级。咱们看看接下来会见证怎样的奇迹，打过来两下。底下有个分儿，先要砍一根绿杖，吃到绿杖之后，然后把小兵一起震死，立马升级。我现在都快要升级了嘛。啊，好，来看一下，这边是还差，正常这边就是还差260分，然后现在还差160分，然后还差20分。然后这里不是有个小怪吗？嗯，然后打绿，拿那个小怪打绿杖是不是？对对。小怪不打绿杖，小怪我把吃个绿杖，返回一级，就相当于是两级，懂了吧？啊，懂了。这个绿杖，打死，然后一吃16级，你直接变成 L 杠一，看没看见？然后立马变瘦了，这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啊！王八蛋老板沧海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拿这个等级抵工资，原价都是100多、200多、300多的等级，通通20块，这个太嘚了。你看看你，真的啊，真的是变成一级了啊！就是打死这个小兵，在结算分数的时候呢，再吃一根绿杖，对不对？你吃一根绿杖，小兵他也会震死的。哦，对，你升级的话会震一下。对。哦，所有的意思啊。会震一下，但我要把小兵打到残血的状态。一根魔杖是不可能把小兵给震死的啊！懂啥意思？就是给他 A 到差不多啊、比如说残血，然后你吃一根魔杖，正好加分的升级，你又吃到一根魔杖，就相当于连升两级，就返回一级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是狠啊，这个确实是狠。这咋的？我飞哥一跑到这儿，啪啪的，嗡嗡哇哇的啊！我还等着我飞哥赞助我那个iPhone XS， 然后我去播户外去啊，户外直播小狼。直播那个去东莞给你们好的防一下。这边你看啊，这个直接 A 死，我确实给了个大腿，又一个绿杖，这个绿杖也是打宝呗，对吧？这里免费有一个绿杖啊，这是免费给的啊，所以说就是绿杖不是说非得说咱们弄乱步打，它不是一个特色道具，它不是一个隐藏道具，它是一个平时也会出的，只不过没有那么多。这个是免费的，打开宝箱就有。地址呢？地址你。地址，我操，我这个人我就不要脸了，来，地址你就微信，说那个没有用啊。好了，看看，让小不拿国旗，让小兵把这个国旗给弄走。啊，这个是什么技巧呢？这个就是乱步值。啊，这个有也可以触发，就是出绿杖的乱步值是吧？就是我不要分了。就是那个10000分我不要了。嗯，拿到国旗不可以加分的嘛？我不要这个分啊，懂？因为我要控分。只有控好分，就是绿杖加升，绿杖加那个原就是原本十一万那个升级，然后加绿杖升级是吧？对。那一会儿下一次的话，那个分数它就不是11万了，它是可能是另外一个分数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还要再算。哎，所以说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。这个呢打法呢比较枯燥，但难度性是有的，就是比较太枯燥了。是我知道，所以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啊，因为这个其实它不是粗糙问题，你像那个诸葛亮刷分很多人都喜欢看，现在都接受了，以前我直播的时候我就听说啊，他一看那个诸葛亮刷分就觉得哎你好无聊，小狼你是怎么播下来的？我说这个高手啊，他打这个视频啊，肯定有他的想法的目的，他不光是难，而且非常极具耐性啊，就当然这个 boss 可能快死了。非常的屌的啊！哎呦我去，你看看又升级盔甲了，白银圣斗士啊，白银圣斗士，手里拿一把小刀，小刀会长，
这样的话是四级，三反的话看看一二三，一二三三反的话是就是这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视频五十来分钟就反三次，反四次是不可能的了吧？那除非是改版了，是不是？反四次，除非 TAS。啊 ，TAS 也可以，就是每一个魔杖都不放过。对。啊 ，Sotiska， 可以的，可以的啊。狼总打个招呼就超火，跟谁打招呼？你就像《三国战记》129那个 TAS 魔杖23分钟05秒速通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知道啊，那个好厉害的，23分钟，我已经播出去了啊。楼皇你好，楼皇啊，楼皇是那个赞助那个，就是咱们格斗区这些比赛的那个楼皇是吧？抱拳了哥，抱拳了啊！这我感觉好像幸福来的太突然啊！这个传说中的楼皇来光顾直播间啊，小狼呢，就不那么俗了啊，这个就简简单单的舔一小下就行了，不要再。不要道德绑架我，我这个人天生好了，开玩笑啊，这个其实之前也是，你像不光是楼皇，还有很多那个直播那个，就比如说那时候咱们刚开直播的时候，有很多赞助比赛的那个这些皇帝啊，对吧，都是对咱们这个圈子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奉献。我现在是在看嘛，就是算断不值然后才能打出魔杖啊，这个箱子就能算出来是吗？对，刚刚又打了一个银像嘛。懂了，就啊，咱们在咱们的走位也可以算出乱不值，然后小兵也是乱不值，是不是？只有骑马，然后踏这个平原才能算出乱不值。哦，小兵呢？小兵控制的乱不值是你自己本身要达到残血的状态。嗯。懂了，这个是狠啊，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，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就是光打宝的话呢，它这个宝呢就是通常是100来个，是不是最多是多少个？目前记录，我师傅打的记录是130多个世界记录啊。好的，又是要跟他皮了，又是跟他皮了，现在这个血已经算是残血了是吧？咱们可以用血杀然后控制残血啊，懂了。然后呢，再还是等他跳，感觉这个小兵是好像是最好打仗的这么一个小兵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，老刘。老刘是啥呀？老刘，还隔壁老王呢。他的队长不是刘吗？这怎么是牛了？这啊，头上长两个角就是牛啊？那不是刘吗？那就头上长两个角，还有鹿也长两个角啊，羊也长两个角，为什么叫老刘了？行了，我不跟你讲，我叫不过你。好了，还是算啊。这个大伙儿，其实这个游戏呢，它如果说真是设定为那个，比如说像速通还能好点，如果说是正常的咱们那种通关嘛，其实它也没有啥意思。咱们这个就是它这个游戏有设定，就像那个恐龙快打里面有暴击。恐龙快打有暴击啊，然后圆周骑士呢有这个乱不值打这个什么乱不值来打那个宝啊，同时呢像咱们这个三反的这个玩法，然后再有就是那个你像有很多特色的这个玩法和游戏啊，你就是玩出特色来，你如果说真是老想着一命通关也没啥意思。当然呢啊，在这些所有游戏合起来之后呢也没啥用啊，因为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只有小狼解说啊才是最有魅力的啊，我不说这事谁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脸是不是？不要啊！不要停啊！我曾经以为自己很不要脸，但自从见到小狼之后，你会发现还是你不要脸啊！号称自己是那个传说中的第一大神啊，炸弹人第一大神，然后就差点一币都没通关啊！这个事我不说谁知道啊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太丢人了。都是这个意思啊，来吧，看看，又是拿马来踏，又是算乱步，这个算完，这个乱步值打出来之后，上面那个箱子里面就可以打出一个绿杖是吧？我都已经知道咋回事了。魔杖，魔法2-6，又算乱步值。嗯，你说他是怎么算出来的呢？这个东西啊，你没有任何东西提示，我估计连作者都想不到。啊，这个就说白了，通过自己的一些操作呢，改掉了这个随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值，然后让它100%出魔杖，是吧？对。
泰森的弟弟叫泰赖，我告诉你。把这个研究出来真相当牛逼。啊，是啊，那你看《三国战记》秒杀牛不牛逼？那你说当时的作者能研究出来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任何世界上任何的这个玩家都不如咱们中国的玩家，咱们中国的玩家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泰森的弟弟叫太强，我告诉你没什么说的。你看这样的话，十二级，一会儿呢又要15级升16了，然后。估计还要再算分，这边是15,176,000，一会儿呢还会免费，就是不用吃账呢，再免费升一级，然后再算下一步的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一定要卡，就是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反的话呢，一定要卡到就是你马上快升级，然后有绿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里也要反了啊，这啊13，现在是13级，对，然后下一个级数是21万。在21万的这个升级基础上，咱们可以升到15级，然后等到再到21万的时候可能就够了，或者说再往后拖一拖。也就是说，就像你说，如果四反的话 ，TAS 还真是有可能的。TAS 可以的。啊 ，so this guy 啊，龙皇又来了。刚才说龙皇那个没听见啊，溜了一圈走了啊。这个待会儿说小狼，你个傻屌，人都走了，你搁这舔。开玩笑啊，这个我有时候不太看弹幕，我就是对游戏非常痴迷，说着说着我就不看了啊，这个你懂的啊，都是故事。好了，看看又是残血，龙皇问我话呢，我看过你解说的视频，抱拳了哥啊，我解说的视频，反正做了挺多部，当时是以拳皇为主。现在做拳皇有点少了啊，前一阵家里又有一些事儿，所以说就没怎么来。然后前两天不是老 K 来了吗？啊 ，K 老板来了之后，我就果断的来直播了啊，滚过来直播了。呵呵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你说到老 K， 我想起来了，我和他打九星单手。你的意思是他单手是吗？我骄傲了吗？啊，对，单手，然后被打了10-0啊。单手肯定是打了10-0。好了，感谢我龙皇大气，龙皇。说句实话，我跟我这个我现在那个经验还不太够，我要找找包王取取经。但是我在这里呢，我还是非常感谢我们龙皇直接扔了一手超级火箭啊，在这里抱拳了哥，真的，这不是说大气的事儿啊，这个幸福来的太突然了。啊，像我口才这么好，我这么不要脸的人现在都开始害羞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说这种情况是狠啊，是狠。感谢老板的超火，哎，这一个超火，我感觉我今天晚上这个热度能达到10-20万吧，应该可以有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好嘞，再次感谢我们的ZC123啊赠送的办卡。这个有的时候吧，我你像前两天楼皇好像已经来了，然后来完之后底下就好多人在说楼皇来了，你咋不吱声呢？我说我没看见，我要看见之后啊，那我得后老悔了，是不是？当然呢，其实大家伙不要这么想，包括这个解说也是啊，比赛也是什么的，这个咱们老板呢多办点比赛啊，其实对于大家伙都是都很有好处。但是我也希望呢，咱们这些格斗玩家也都这个好好的配合起来，这个不要再像那个。对吧，那些不高兴的事情，比如说像前两天那个酒吧那个。但是后来我听说他们两个人啊，又是为了国家的角度上呢，两个人配合在一块儿，而且还夺冠了啊，所以说多多少少的还是最后的结局不错。好了，可以看到要死了。这个怎么个情况？时间要到了，就是说前期我打网浪费的时间太多了。啊。其实我在想，打这种类型的 boss 啊，这个走位什么的，你可以看到啊，非常的极限。这个 boss 跳得很恶心，而且你像控血、残血的话，真心难打。一个马打了很多的血，然后直接一爆，这个血量加了太多了啊。下一关要反击了啊。嗯。下一关啊，这马上15级，现在还剩下4900分，然后是直接啊，就可以啊先打出绿障，然后呢再秒掉小兵吃绿障，吃绿障，用绿障的那个阵来震死小兵是吧？对啊，对了，我现在正在打兵，然后控分，先砍一个魔杖出来。不是又来一个火箭，21万热度，两个超火，我去啊！
不，我是真没看弹幕，我是真没看弹幕，这又送了一个超火啊！我去，楼皇说小狼这个人啊，真是，就是要不说小狼 ID 叫什么？叫深邃狼眼睛，这个眼睛好像有点瘸。我不是眼睛瘸，我是嘴聋啊，我是嘴聋。这个地方应该是要用这个精英怪，然后来卡兵，是不是？人都走了，你一天天的干嘛呢？我，sorry， 这个我不是对龙皇说 sorry， 我是对大伙说一句失望了啊！我是大伙对我期望太大，结果发现我对舔值发现一点舔值没有，这个难受了啊，难受了。好了，可以看到现在这边一直在算这个乱步值，啊，不打了是就是有乱步，他不是不打是吧？现在控分。啊，是在控分。本身现在还有760啊，现在还有760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一个超，我不知道，我看那个礼物鱼市上面写的4200了，这两个超火，我去，一个超火2000那个鱼市的。晚上睡不着了，南哥。不睡不着了，幸福来的太突然了，我真是晚上感觉脑瓜子嗡嗡的啊。37万热度啊！我靠！重点是什么，南哥你知道吗？啊！沧海大神来了！啊！又来了！我得拿手机照出来啊！我得拿手机照一下，感谢我楼皇，真的。真的，真事儿，你就说句实话，你看楼皇其实不比较关注这个格斗游戏。然后呢，在我播闯关的时候，就因为一句话，就因为小狼，我看过你的视频，就是一句话，两个超火，你这种感觉真的脑瓜崩。15级，一个绿障，然后老虎，还剩最后一个分直接震死。16级，然后反一，这个是二反，可以的啊。其实你们没发现吗？小狼的理解能力非常的高的啊，非常好理解这个设定。最后一次反击，龙皇深藏功与名，送完了两个超火，然后直接就闪到，这个不就是你？哎，我操！这个黑牛，这个大黑牛这么疼，攻击速度还快，这是比那个普通的黑牛还要再厉害一点，是不是？我故意的让黑牛先上嘛。啊，先这个黑牛是比那个正常的黑牛攻击速度要快，我看好像特别狠。他这个相当于倒数第二关的。对，回一级的话，攻击力又换回去了啊。那肯定的。嗯，所以他这也有一，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难点啊。好了，各种防。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我上次发给你那个炸弹人无敌劲打法，类似于这种。无敌劲打法其实也不一样，不是他不是说无敌劲的问题，你主要就是在于就是享受什么呢，这是一个 bug， 用升级，然后升级震人的过程当中呢，是能够这个比如说就吃这个绿障，然后震死人之后呢，同时双升级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 bug， 让咱们从15级升16级的时候马上反一，而这个 bug 呢看得出来，这个咱们利用这个 bug 打出三反，这是一个类似于像什么呢，就是有点像咱们说白了像强迫症，知道咱们有这么一个玩法，然后呢就要把它反的多一点。刚刚这里砍出一个魔杖，是在牛跳出来要砍你的时候，你直接砍一刀就能出魔杖啊。那这边这也一样，你待会儿这个牛只要是牛，基本上咱们卡出乱步值就是100%会出一个绿杖，这个只要是一个牛就是一个绿杖是吗？对，差不多吧。是狠啊，这个确实是狠。等牛的走位算乱步值，踏马，两下，三下，然后回头再跳一下，一出。你这个完全是凭感觉的吗？我怎么感觉好像你在吹牛呢？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提示啊，就是这按多少下来算就100%出，还是说怎么样？就是靠你的乱步值100%出的。啊。夜风和灰灰打我要那个，我要跟这个楼皇，不楼皇，
sorry 了。我要跟这个，我要跟咱们这个沧海大神啊，把这个视频讲完了之后，咱们才能转台。在小狼这个，大家伙不要逼我啊，不要道德绑架我，因为咱们要播这个格斗的话呢，也是要把之前的游戏播完，要不然这个对吧？有做人要有始有终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好了，可以看到这个大黑牛啊，哎，这个黑牛卡不出乱步呢，因为用马已经卡出来了一次，所以说没有了是吗？因为我没想打，我现在哦对对对。你是要那个算分，然后再反一次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懂了。这个乱步呢，其实你看啊，其实咱们沧海大神也没解释明白，就比如说对敌方的小兵和咱们本人骑马走位的时候呢，都可以就是通过这个乱步值来打宝。而这个乱步值呢，它这个东西就是，比如说小兵的话呢，它不是常规的那么打你，比如说正常的打你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正常的值。而乱步呢，就是他可能是跳起来打你，或者说是你像那个有那个拿大剑的小兵，可能就是他不打你的时候，这是对于这个小兵来说是乱步。然后咱们骑马也是啊，跳三次，然后回跳一次这种感觉，这是跳了四次。这里失误了，这就是失误，这就是没出乱步值是吧？对。啊，所以说，他这个不叫失误，这个应该不叫失误。我踏没踏起来。对对对对，那这个能理解。他这个就是说白了吧，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作者呢他设定这个小兵和咱们骑马还有包括挺多设定吧，就是对于这个小兵来说呢，他不是按照程序的默认值然后去做出这个效果，反而呢他就会让咱们的这个宝啊变质，让咱们这个宝呢本身是比如说是加分或者是加血，他很可能包括人身上掉出来的宝呢打出来宝箱一就 A 掉之后呢，发现它变成了一个绿障。这个绿障呢，就是原本的意义上，它一个绿障是升一级，这是一个非常逆天的道具啊！大家伙知道啊，非常逆天的道具。在这个逆天的道具之下呢，你想想啊，如果要是把把都能升级，那瞬间满级，咱们的这个人物属性上来了，是不是通关也简单一点？但是呢，他没有想到有限提供的这个绿障可以通过乱步值呢改掉这个值，那真心是有点赖了。好了，这个是自爆牛是吧？时间到了，这个牛会出来，想把你炸死。哦哦哦，懂了。系统发送两个人过来弄你。哦，搜对斯卡，可以的啊。然后这里再继续打仗，打吧。其实有很多高手啊，他们玩三国战记的时候，秒杀，你看他会玩，但是他有的人，你要真让他说原理吧，他也解释不明白，他知道这么玩行，经常会有这种情况，就包括那个鬼步值啊。其实你像那个咱们说那个说这个鬼步。然后很多人说，你看，比如说八神抓过来之后，鬼步过去接重手，前倾手，葵花三式，这种，说这个鬼步是怎么回事？可能他也不知道，他只知道，哎，我这么走速度快，他不知道是需要练必杀，然后怎么样，这个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好了，这一下又打出，直接一个绿障。现在双反了之后，第三反呢，咱们是需要这个，还是要15级升16级的这个节奏。现在呢，咱们还是要残血，但这个乱步值呢，刚才咱们沧海给大伙解释了，一定要残血才能打出这个乱步，打出宝的。刚才他不砍那一下，你看这个不砍是乱步是吧？啊，对，右挡，好了，挡一下，这一下打出来。就是他正常一刀一刀砍你，那个就是小兵没有出乱步，而他用这个大剑就是准备要打你的时候，他居然没有出手，这个就是这个乱步值算是成了是吧？然后呢，还要再击个三四次，才能100%成，也有失败的时候是吧？我都怀疑打宝都是开辅助，对，我当时也说，我实话实说，其实开辅助，我个人觉得也没什么丢人的啊，这点的实话实说，不是说咱在侮辱大神，说大神开了，但是我认为开了也没什么。其实你看，有很多人玩那个我记得有一个特殊的版本，就是就是恐龙快打的那个就是可以看暴击值的那个版本，就是那我比如说我现在骗血。这个小兵我残血的时候小兵打我一下，我40暴击值，你看到这个暴击值了对吧，我就不用再骗血了，就可能有时候你通过打伤害打不出来，因为你一个不小心没出这个值，你还要再吃补血再让他打，但是呢你一旦出暴击了，万一把小兵打死了，你没有机会骗了，这样的话呢岂不是很闹心，
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有很多人为了打出这个效果啊，有的菜鸟为了觉得自己能够打出这个暴击值来玩，所以说他经常会出现就是开这个辅助，或者说这个版本自带。包括你像玩那个合金弹头，合金弹头有一种版本，或者开那种辅助，可以在这个游戏当中显示当前 BOSS 的血量，还有当前这个什么坦克啊，什么敌方的小兵啊有多少血，然后包括那个虚拟枪有多少血。你说那个咱们是开外挂了吗？严格意义来讲呢，它是辅助，不是外挂，但是多多少少有点玩赖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假设有一天这个乱不值的这个辅助出来之后呢，菜鸟呢有一天也可以打宝了。但是呢，我告诉你啊，菜鸟是没有资格打宝的，因为你连通关都通不了，你还打个屁宝啊，对不对？说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。老实说，你是我见过最会解说的，最会吹牛逼的。我告诉你，就像我这种人啊，就是，纸上谈兵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然后一让我一玩。啥也不是啊，就是你看我好像懂了，一去玩感觉那不就是手残加脑残啊，这是真事儿，这我实话实说。啊，啊我把那个人中骑士速通我发给你哦，发到你听听到啊。啊，行行，你也不用着急，一会儿咱们这个完事儿你再发也行。然后今天你耻辱下播吧，一会儿你今天晚上肯定是丢人了啊。等哪天你看你自己重整旗鼓之后再来找我，我相信我们的小伙伴们还会对你有些许失望啊，这个期望。开玩笑啊，其实直播你包括像之前那个什么一语金声空白，在直播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最开始他们也没开直播的时候，然后来到小狼直播间，小狼那个我打个啥你过来播一下，我好来，然后呢发现各种失败，各种还而且还会死，玩个三国战记还能死，我哎呀，我高低我该说不说的，我一天天黑天白天的我啊，这个都是故事啊。好了，看看这边这个应该说是乱舞者啊，这哥们儿啊，我实话实说啊，这哥们儿好像又会一些什么，哎呦我去，会召唤陨石，位面之子吗？传说中的那个，传说中的汉光武帝刘秀啊，这哥们儿可以的。这个 boss 很爽，这个 boss 长得感觉有点瘦啊，没有肉是不是？就是。我跟你说，有很多人的体型全靠盔甲，知道吗？就是盔甲看体型，其实长得就跟小鸡子似的啊，就是其实啥也不是。三个奇迹推箱子高手多吗？多，我之前还老解说他呢，而且还直播解说过，就是推箱子，推箱子一命通关，一命全新通关，全部都是新。但是他直播也经常失误，他直播他只敢说一臂通关，他不敢说一命，那个一命确实难啊，那个真难。他不像咱们说你玩一命那个全新，你像咱玩那个什么恐龙快打那个真是啊手拿把掐的，但是你那个小兔推箱那个游戏是那个是真难，那个啊那个确实是屌。南哥啊，前几天空白差一点打出119云十六，差点打出云十六，就云十六已经出这个套路了，然后他跟着套路打，然后差一点点就失误。他用的16，打16的方案，然后打的嘛。哎呦，曹操那里四招一式缺了一个段，屌了，没打出来。那只能说是泰森的弟弟叫泰贝，等哪天再打吧。没招了啊！当时他们直播间没人敢说话的，因为16秒啊，太极限了。把空白给伤心死了，连续哭两天。来，这个箱子没出账是几个意思？这个箱是普通箱，跟那个插电的那个箱不一样。啊，这个是一个，它不是箱子，是一个桶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个小胖子是打不出宝的吗？我去讲命，我操！讲命是什么鬼呀、啊？这种茶具打出来都是以银像。啊、so this guy。所以说目前好像最高纪录好像是24条命吧。是很。那个也能打出来，是不是通过特殊的方式？只能打出这个影响，但打不出不战。哦，懂了。好了，那这两个先打死一个，然后控一下。打两个不打死也可以出，但是这个难度太大了。那踏死不就可以了吗？对不对？那
肯定的。所以说你说人的技术吧，这个有的时候吧，你太极限了，那你一次成功两次成功，那总能有好几十次的这种情况，你每次都成功，那只能是 TAS， 要不就是那你运气太好了，基本上也不太可能。否则那完美的视频太完美了，那就是 TAS 了，那不用想了。好，来看看又是在算啊，这个跳过来一顶，然后一个绿障直接升十级。好，来看看，感谢我们的这个逆叛之逆态度赠送的办卡啊，这又是啊十级之后，你看咱这又是黄金圣斗士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黄金圣斗士就到头了，它上面还有一个那个青钢圣斗士，好像就比那个黄金还要屌啊，那个确实是狠。好了，看看接下来一个宝，这个人物名字叫南斯洛。好了，他也可以打出宝是吧？其实最好打宝的就是拿斧子打斧男。我知道，他们打宝都是用那个大斧头打。我知道他那个好打，但是这个你三反的话就没有必要了。斧男是自带 bug， 就是他一跳就是一个断木子，他是属于那种自带 bug。那太赖了。好了，一个阵，两个。我去，上面打一个还是的，十二级。我这个震一下，震一下就是乱不值。哦，这个震一下也是乱不值，然后直接死，直接刚才这一波直接打了三个绿障。我刚刚如果要不吃震的话，嗯，我是打不出那个最后一个魔杖的。啊，知道了，这样的话是十四，那马上是要根据这个34万的这个值，可能是要再反一次是吧？然后基本上这个视频就是打到这儿，因为你再四反的话已经没有机会让你反了。那自己跳就能刷乱步的这种感觉，那真心是赖啊，那不用想的。只有腐兰可以啊，蓝色王和蓝色洛是做不到的。好了，这个分就不要吃，要控分了是吧？对，控分。好了，看看这咱们选的这个人物啊，感觉好像还是什么呢，就我感觉还是黄金的好看，虽然说这个又胖了一圈，这个盔甲又胖了一圈，但是还是黄金的好看。这个合金有点什么呢，艾德曼金属是吗？就金刚狼那个爪子那个金属那套啊，那套肯定是狠，不用想。那叫什么纳米技术啊。对，其实你看咱们弹幕的玩家，你看说了说乱不值还是有理论，不是靠感觉，他不就是你只能说你感觉是你这个乱不值走对了，就是不是走对了，就是出来了，就是出来和没出来咱们不知道而已，但事实上他出来了他就100%会出宝，他不出来就是不出宝，咱们只不过在这个感觉上呢就不太知道到底出没出来而已，否则就是你只要能认证他出来了的话他一定会出宝的。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在考虑是不是要出这个辅助的这个效果啊，你说的赖吧也行，你说的不赖吧也确实说不过去，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，辅助我是否好像也有啊，对呀，所以说肯定是有辅助的，这样的话现在是15级马上升16级的时候，一会儿要骗一个魔杖出来，然后再升到347000，现在还差15000，将近15000，14060是吧啊。哎呀，这还差一点。我记得有的人做这个，有的人做这个打宝的视频，好像有的地方需要死，还得需要死人。我就不太清楚怎么回事了。对，是要死人的。能不能科普一下 TAS 的定义？通俗上来讲，我跟大伙讲解一下啊。通俗上来讲 ，TAS 呢，就是你比如说咱们正常玩的话，在已知的理论的情况下，咱们把它逐帧操作，这是最就是最经典的一步，逐帧操作。一旦出现一定的失误的情况下呢，咱们还可以这个返回到你觉得之前啊是正确的地方。一旦错了，就你可以返回到之前的一个存储点，就跟 SL 一样。然后呢，逐帧操作呢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说你不会出现任何的偏差，包括比如说有的人需要你手速去点，这个时候呢你点的肯定是最快的，
对吧？这个大伙能理解。比如说我跟大伙讲解一下，比如说这个忍者棒球，忍者棒球里面有一个咱们点奖命的那个啊，拿那个拳头去打那个棒球，给他打爆。那个呢，正常咱们自己点，无论你点的多快呢，都是没有 TAS 强的。包括张灵剑，张灵剑也一样，你就是哪怕你开这个连发工具，它硬件跟软件交互的时候呢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。所以说你在交互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是 TAS 逐帧操作，一帧呢就相当于什么呢？比如说咱们这个游戏一秒钟如果是60帧，那么你最多，如果它是允许系统允许的话，你可以最多摁60下，一帧一下的话可以摁60下。当然你还可以半帧操作啊，就是比一帧还要短。当然这个就不做参考，因为大多数游戏呢都不到60帧。比如说咱们人眼睛啊能接受的这个帧数呢是 23.98 帧。你们看那个电视啊，人眼睛能接受，为什么是 23.98 帧呢？就是说你看到一秒钟呢有将近24格。你看那个喜剧之王里面，对吧，那个杜鹃儿跟那个尹天仇说你知道一格有多少张底片是吧，有24张全景。这 23.98 呢 ,24 帧就是人眼睛你能接受的。但是呢如果高于这个帧数呢，不是说咱们看起来就花了，是看起来更平滑更好看。而咱们这个帧数这个帧的定义你们知道了就好了。TAS 的通俗意义上来讲，就是我可以 SL, 我可以无限这个读取，无限这个存档，我然后呢打出满意为止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就是我可以非常非常细腻的操作，熟练的应用各种 bug 和小技巧，最终呢打出一个非常完美的视频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现在正在控分啊，正在控分，我知道现在已经是还差不到2000了。可以，的话这是本视频的最后一个反击的这么一个效果，还是在算这个乱不值。大家伙知道这大黑牛啊，好多人在看着说简单，其实让你上去的话真的很难的，相当难啊啊啊，倒不相当难。我先去打这个，真的打了一个月才打出来。你好了，登出来，你不用说了，不是说你多难的问题了。好了，这个没打出来是几个意思？啊，这就是不让他打出来的是吧？所以就没要，因为分不够，所以没要。啊，对对对。如果你打出来魔杖，你吃的话，然后你就返回不了最后一次反击的地方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你刚才还嘚瑟什么？你直接打死得了啊！你打死还要控分是不是？对。哎呦，这个人起名好厉害。我当时打的时候忘了控分了。嗯，这个人叫 Fightman, 我去。你看这个小胖子拿个大长斧头啊，好了，把他砍到残血，吃一个魔杖，直接震死。反击啊！超级黄金圣斗士16级就是超级黄金圣斗士，然后直接反击又升到1级啊！这个真心是赖了啊，这个是真心赖了，不用多说了。哎，这不是我家康宝来了吗？啊！然后现在打法就要稳了，因为最后一关 BOSS 很难的。嗯。啊，就是你的意思是最后一关的 boss, 因为你还是一个小弱逼，连装备都没有，是一级的这个状态，所以说你是懒子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就直接说是懒子就好了啊。死人了你这个录像就丢人了，就不要再说什么大神了啊，你这个就说那些呢有的没的啊。但那个录像没死人了啊，伤害是降低的，伤害是这个，因为你大伙知道，就是你不用想，你看咱们现在拿这把菜刀有点像切西瓜的小刀，刚才那个16级那把大刀，大伙看得出来，那个大刀明显就是那可以拿刀砍那个电线，砍地雷都能砍，所以说这个明显就不一样。而且你可以看到咱们这个穿的这个身上这个衣服都是布的啊，非常的囤。那这么说吧，穿这个衣服这一身休闲裤衩都胶黏的啊，所以说就明显不够狠。你看刚才穿那个大黄金盔甲，那是真是漂亮。我还以为，我知道了，那个是这样式的，最开始先是铁盔甲，然后呢再是白银盔甲，然后再是青铜，再是这个青铜盔甲，不是青铜，叫做黄铜盔甲，然后青钢盔甲，最后是黄金战甲。但是那黄金战甲你要是说穿上之后能不能走动道是个事儿啊，那太沉了。好了，很多人看这个
我想问一下，你看这个现在上面那个 time 是12分钟50来秒，你跟这小子就拼就拼拼到12分钟50多秒，能不能让老板娘直接给你的电脑关了，老板直接把这个电视给你关了啊，太气人了。好了，一个宝两个宝全屏阵，现在赶紧吃分升级是吗？对了，本身你现在升不了级了，因为那个越到后面它升级的分数越变态，所以说你升不了级了。这个就是最后一关的 boss。 打这里非常搞笑了，我打到中途的时候死人了，我气得把我摇杆给摔了。然后怎么过的关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今天沧海刚开始就说自己那个摇杆坏了，就是打这儿坏的呗。对，你可别扯了，还搁这打摇杆坏了。你那天说了不行了，那个小狼我要退隐江湖，我以后不玩了。你他妈没有摇杆了你不玩了，你这个人真是，你要说你没有摇杆你不玩你直说，你还搁这骗啊，说这个要退出了，说什么玩不动了，就你就说摇杆坏了就完了呗，是不是非得逼我说出真话啊？这人可虚伪了，真的啊，大家伙记住沧海啊，号称渣男人第一大神啊，一屁撒谎知道吗？低调狼哥。好了，确实很难打，可以看到啊，真的是很难打，因为这个伤害太低了。对对啊，你打他感觉跟挠痒痒似的。对呀、啊，但是这个 boss 也弱，这个 boss 连小弟都没有。你说哪个 boss 没有个小朋友在后面帮他啊？这没有小朋友，你给这转来转去，好像看起来也真心不难的。你看啊，哎，你各种血杀几个意思啊？拼了呗，就是。我也是拼了，赌一把。是老娘跟你拼，你那几个血杀能打多少个血呀？其实你就一直跟着这么转就行，贴身转，跳起来，你看你这个就非常稳，然后防住他那个流星火雨。你看，哎，没防住。那这个你这个我个人觉得你这个有一定的运气问题，实话实说，这个因为你 Y 轴和 X 轴站位不够好，没防住，然后那防御还停了，结果被他一刀砍死，一个大波砍死。你不知道我当时把我给气的呀，哎呦喂，这哥们终于从头下来了，头哎不行了，别低头，王冠会掉啊，王冠掉了，这哥们啊，其实我在想他这个战甲牛逼啊，他这战甲明显就是他那个流星锤和战甲啊，这个肯定是有套装属性的，我感觉肯定是的，他那个流星锤啊估计是幸运二的，然后项链是幸运七的，项链幸运加二，一个运九套，这哥们肯定的啊，不用想了。然后你看他那个身上还镶宝石，肯定是镶宝石啊，各种那个镶嵌，还有打孔，这一套装备啊，给我的话，真是我可以直接秒的啊。好啦，耻辱下播啊，这个做录像还死人，你这真是啊，这多嘚啊！我不发你两个嘛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把摇杆砸了，再砸一次，没事啊。我不发你两个嘛，一个没死人，一个死人的。哎呀，就死人的好像大家伙没死人谁看呢？就看就看你死人，没死人谁看呢？是不是啊？开心了。说那些。行，这个结束了啊，结束了。然后那个大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。对，这都也感谢咱们的沧海给大伙儿奉献的今天晚上的几个翻车视频啊，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。